我们这一次武汉之行整体来讲是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的日方主持人也感觉到是一个超乎他想象的一次武汉之行。今天我跟日方主持人体验了非常丰富的武汉早餐，包括我们经常吃的热干面以及三鲜豆皮，还有油饼包烧麦。那今天呢，主要是我和日方的主持人觉得我们武汉的早餐它是很作实的，就是料上面非常大，所以通过吃武汉的这些早餐呢，也能够感受到它背后我们武汉的码头文化以及劳动人民积极向上的一些风貌。那这一次来到武汉呢，其实武汉的历史沉淀和城市发展已经不用我们赘述了。那么我们的海外团队给我们反馈的，他们感觉到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武汉人民们的这些精神面貌。可能这一切呢都来自于就是武汉历史沉淀带给大家的配得感，以及整个城市发展带给大家的幸福感。我想这些东西在通过我们的镜头传递给海外受众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更加舒心地选择武汉作为他们中国周游行的其中一站。